来，这鸡蛋我吃一个。啊？我女儿来了没？没有。没有叫她洗脚吃饭呀？我去叫她。作为爸爸，今天我要公平一点。女儿平时总是蛮横霸道，今天就要好好教训她一下，把鸡肉都藏起来，鸡骨都插在饭上迷惑她。来了没？来了没？吃饭喽！来了来了来了！坐我位置干嘛？上面去！吃饭呀！吃饭也行，怎么连一个肉菜都……鸡腿爸，你怎么还帮个外姓人、啊？还放他这里，是不是我亲生的？换过来，换。傻女儿果然上套了，这下可是她自己亲手霸肉给了别人。妹子，那我们吃个鸡蛋吧。吃啊！下过来这么多年，连个蛋都生不出来，还天天吃蛋，你吃点笨鸡蛋补补吧。他怎么搞不清状况呢？嫁到我家来就是帮我们家生孩子的，生不出孩子来还要吃东西，真不要脸。这蛋也吃完了，我吃我的鸡腿了。然后我吃的女儿甚至吃我的都不，然后他又给你抢了，又在这里哭哭啼啼的，都没好心情吃了，先让他吃饱了。来来来，吃吃吃，赶紧吃饱啊。先吃个香蕉，你要不要？赶紧吃，快点吃啊！嫁过来让你伺候我们了，我们伺候你了。就是，天天就知道跟我抢东西吃。我哪敢抢东西吃啊！鸡腿肉，哎呦妈！原来爸爸把肉藏饭里了，爸爸还是知道心疼我的，知道我每天五点起床干活，所以把好吃的给我。你们还别说，这2024年5月份产的香蕉吃起来口感确实不一样。这鸡腿肉也太大了，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大的肉。吃啊！我得赶紧吃了，不然妹子该生气了。也不知道我哥怎么看上他了。这顿饭是我嫁进来之后吃的最好的一顿了，这个豆皮实在是太下饭了，怪不得妹每天都吵着要吃。哦，每一条都裹满了汤汁，吃起来滋溜滋溜的，真的太带劲了。妈呀，这个东西看起来太香了。妹，要不你也尝尝爸炒的这个豆皮，特别特别好吃的。它这个吃起来很有嚼劲，关键是香香辣辣的，配着饭啊，特别下饭，对吧？好吃啊，多吃一点呗。还多吃一点？你怎么有800个心眼子啊？真是个外人！我多吃一点，然后我就吃不下这个鸡腿了，这鸡腿然后就给你了，是不是？哎呦我的妈！赶紧，废话真多。这些我都吃完了，吃。这个这么好吃，会不会很贵啊？我这吃这么多呢？想想啊，不贵的。来，我给大伙儿介绍一下，哥哥姐姐们啊，我儿媳妇儿啊吃这个豆皮啊，就是用我手里拿这个炒的啊。她这个豆皮都是山东制作的啊，纯手工制作，山东大豆。它的配料啊非常干净，只有这个大豆粉。饮用水还有食用盐，其他的都没有添加，所以说你家里有老人呀、有小孩的呀，都可以放心去吃啊，满满的植物蛋白。而且你买回去之后拿这个温水泡5分钟就行，拿出来炒点五花肉呀，炒点这个青红辣椒呀，都特别好吃，而且还可以涮锅，夏天到了还可以当个凉拌菜，特别实在啊。现在下单还有活动呢，这么一大袋足足3斤重的，只要10来块钱，喜欢的哥哥姐姐们下方小红袋去拍啊。这么划算啊爸。确实好吃啊。叮叮叮，快点吃啊。真是干啥啥不行，吃东西倒是第一名。看自己胖成啥样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爸，我这吃。哎呀，吃我的大鸡腿了。大鸡腿骨头肉呢？肉呢？肉你到
要抢，你嫂子千里之外嫁过来，你不维护她就算了，你还欺负她，快！3月15，小姑子当着家人的面把一杯水泼在了嫂子的脸上，爸爸一气之下掀翻了桌子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爸，我就说嫂子不待见我吧，你看这什么呀，黑漆麻乌的，还有这，哎呀，生气了我都。饭来了没？来了来了，你最爱吃的馍。就馍呀，我好不容易回娘家一趟，就这么对我？搞菜去啊，搞菜。坐坐坐，我就说嫂子这人不行的吧，你看人家媳妇多勤快，她每天早上5点才起床，到现在就弄了个馍。菜菜，来，你最爱吃的炒豆皮。夹馍没了。我都说了，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就一个素材对付我啊？肉呢？肉被你吃了。整个肉，啊，多整一点啊。小姑子从进门就没给嫂子好脸色。有肉有肉有肉有菜啊！有肉，我说你嫁过来10年也有7、8年了吧？你就这么伺候我的？妹子，这菜有了，肉有了，你这煎蛋鱼最爱吃的。闭嘴！你用脚趾头吗？你用脚趾头也能看得出来，汤呢？少了一个汤呢？就算我好讲话，我性格好，那没汤算了。水呢？噎死我呀！全是干的。我知道。小姑子从小娇生惯养，脾气不好。爸，我当初就说了让你听我的，你不听。那隔壁的赵小妹多好呀，这个嫂子花了3万块钱，外地嫁过来的，什么不懂。你哥不愿意啊？哥不愿意，你就不都制止一下吗？真的是，算了算了。原来是小姑子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个嫂子。真香。嫂子最爱的就是看短视频学做菜，所以每逢过节，她总会学一些菜做给小姑子吃。讲，爸，真不错，这馍夹的菜好好吃，你吃啊。没胃口。没胃口啊？哎，那这样吧，不能浪费。哎，爸肯定是被嫂子气的，连饭都吃不下了。爸，你真是，好吃的你都不吃。哎呀，真香啊。爸爸实在无奈，只能先吃根香蕉压压一肚子气。他开始后悔自己以前不该惯着女儿，让她变成今天这无法无天的模样。哎，爸，虽然说这嫂子哪都不行，但是手艺吧还凑合。其实小姑子还是很喜欢吃嫂子给她做的饭菜。还行吧。所以小姑子也总是回娘家蹭饭吃。她最爱吃的就是这个玉米夹馍，每次吃多了大鱼大肉，来上点夹馍总是很解腻，毕竟是膳食纤维，吃着也安心，关键是香香软软，特别开胃。嫂子知道她爱吃，每次都给特意留着。哎，快点夹蛋，给你嫂子留一个。哎呀，给她留什么呀，她长得那么胖又不要补，不像我，我都瘦了。哎呦我的妈！爸，饭好吃。慢点吃，慢点吃啊！端了。我好久没有吃过这么饱的饭了。明明昨天才回家蹭了5碗大米饭。这个玉米夹馍真不错。太好吃了。嗯，松松软软的，而且它的玉米味很浓郁，太好吃。这是谁做的啊？这是爸买的啊。你买的。我就说呢。哎，哥哥姐姐们啊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女儿吃的这个玉米夹馍啊，就是我手里拿这个。它这个可都是膳食纤维，像你平常大鱼啊大肉啊过年这种吃多了，来点这个特别合适啊，又解腻又香，有特别浓的这个玉米香，家里有老人有小孩的都可以放心去吃啊。像你早餐不管是单吃还是你炒个土豆丝呀、啊、搞点扣肉呀、啊、夹起来当个中式汉堡，夹点这个煎蛋都非常香的啊。关键是现在下单还有活动的，10来块钱这么一袋直接给你包邮到家，有喜欢的哥哥姐姐们下方小红袋去拍啊，真的非常的不错啊。算，你让嫂子多买点，我等会再买回家。好了，
坐坐坐，妹，坐坐坐，英子，你吃一点，你赶紧吃一点啊，英子。我都说了，我要喝饮料，我不喝水。咕咕咕，这么矫情，家都给你咕散了，你知不知道？行了。爸爸终于爆发了，过分了啊！银子嫁到我们家，是我们的儿媳妇，是我们自己人。你嫁到别人家，别人也这么对你吗？天天这么蛮横霸道、自私自利，回个家你还挑拨离间，有别人了。家人们，你们认为爸爸把小姑子赶出家门，这么做对吗？